10年，高考我能让你尽早写下辽阔的人。这是什么？什么？我重生了。重生回高考前，你最想做什么？我会买，因为答的股票。我把答案背下来，一般也回去写在我的卷子上，想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。说。我承担去看考场，我一个同班同学就做了一个这样的研究，被一下雷击中做了铜板。为什么我当时没有站在他的旁边？我一定不会拒绝去看这个场，因为考得太差，拒绝了父母蛮丢人的。我还是想高考的志愿改成考古，因为可以尝试另外一种职业、另外一种生活方式。但人生是不可以重来的。我现在的还是非常喜欢自己的新闻专业，自己也采访了很多考古的学者，也参与了很多考古的报道，也算是圆梦了吧。我觉得我目前状态也挺好的，就是那个高考的结果导致了我现在的这个状态，顺其自然。我幻想过很多次回到高考前，我后来发现，就是即便回到那个时候，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。挖江南海，因为他家是在云南德宏那边嘛，从小的梦想就是能够去看海，所以他报考了大连理工大学，最后也如愿的去到了这所大学。2021年报到了四川省年龄最大的考生，虽然他已经61岁了，记忆力大不如从前，但是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就是行动的力量，只要你敢想，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。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，祝大家万物生长，生生不息。高考是人生一战，也是人生一战。祝所有的同学们高考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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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